的妈妈背起小猪，还有我大伯也提了一只，我上山了，我去看他们到底要咋个弄了。走，妈往哪儿背？往哪儿背？山里上，走吧。好背一天把那个猪儿卖了。哎，没得办法的，主要是现在这种病呢治疗不好，只有把哎放在山上去空气新鲜的。真是，我妈都觉得好可怜哦，这种人，小小人的。这是那个秋的地方，怕泼泼。你本来想把它放这个水塘上头，哦，这是买鸭子的。结果呢，有水，我把蚊虫咬它。把它背回去。这个地方。为了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我妈找了几个地方，不理想，最终看了一个地方。希望它好起来吧，这些小乖乖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妈妈对它依依不舍，希望它可以好起来。走。回去要洗手，接触了病原体。发现那个大猪也是浑身通红。刚刚给我妈妈在山上去忙了这样这样件事，朋友们，你们家如果遇到这样的事，你会怎么处理呢？你觉得妈妈这个方法对不对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个言哦。喜欢我们一家，可以点个关注，支持一下哈。